真的很帅。有我爸从玉图 GX 总体主管设计师，打游戏打得可好了，会骗人装可怜资源可多了。今晚我想留宿，过分吗？你是我的荣耀，是由王志执导、潘粤明、杨洋、迪丽热巴等主演的爱情剧。该剧讲述了人气女星乔晶晶在游戏中和曾经高中同学于途意外重逢后发生的故事。迪丽热巴饰演的乔晶晶在学生时代暗恋学神于途，等乔晶晶鼓起勇气告白时，却被于途果断拒绝了，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在乔晶晶不懈努力下，十年后转型成一线明星，还成为爆款手游《王者荣耀》的代言人。不料乔晶晶游戏高手人设被戳破，为了挽回形象，乔晶晶整日苦练技术，还在机缘巧合下重逢杨洋饰演的于途。于途成为乔晶晶游戏教练后，发现乔晶晶的可爱，每当有人嘲笑乔晶晶菜时，于途都会反驳回去，好好去保护乔晶晶。虽然时间相处，两人的关系拉近很多，也更加的了解彼此。等乔晶晶再次告白于途时，于途又一次拒绝乔晶晶。在乔晶晶离开后，于途才发现乔晶晶的重要，于是发起猛烈的追求，还死赖在乔晶晶家里不走，趁着乔晶晶在烧水时，于途上演浪漫厨房吻，两人当晚还共度一夜。乔晶晶脸都红了，说了一句：“你真坏，气氛甜到酥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留言。